发光这样子，是不是所有的召集令都有问题啊？对，所有召集令都不行，哦、所以就不怕被清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绿宝石就拿去换经验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就是、那我就拿去换。所以这是附魔场，嗯，看谁附的魔蒙。是那个吗？我直接冲进他们家杀人了。有吗？哎呀，你收到我的马啦！是要自己扔的。我在瞄敌人，你自己走过来的。有人在破玻璃。啊，没有丢经验瓶的声音。哦。有七星石吗？哎、哦，我的被拿走了。嗯，魔台，要小心。我听到你打开一下，魔台被拿走了。哦哦，中枪，没关系，我从对面拿一个回来。加后面。你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我的魔台，我从对面拿回来，不用怕。好，刚才是先揍他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只是你的马有点大只，大只，你说我有点大只，还你，很正常的要用。哎、欸，那个复活战士，要干掉！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哦，有平安归来，平安归来，我要改造家里了。好，你要怎么改？我陪你改。我先把窗户先让他们不好进来。冰，弓箭跟骑士不合啊！合啦！合啦！喂，哎，哦，好痛！小心，有青金石吗？看一下，你叫我吗？等一下，青金石。小心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在家里挖地洞啊？有啊，我的马要死了，呀，救我！来啊！没血，快撤！等一下，我去多做点稿子。我觉得弓箭手跟骑马超级不合，世界级不合。没事。瞄两箭，全部是在传播的路上。二零，你要不要多做几个箱子藏好？我觉得我的马要 QQ 了，会被偷走哎、欸！赶快补血，赶快补血！没有补坏，补坏了。骑在马上是就没有办法暴击，还是他可以跳跃暴？测试一下，我是有被报到了，刚刚那一场。这是什么暴击啊？跳下来砍，蛮追的，太难了吧？那应该是我被马蹄踢到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踢马超高哎、欸！哇哦，这是拼好马呀、啊！不会。哇，这个超高！应该有三个。哎、欸，其实啊，我在讲中间的第三方生物的时候啊，可以做铁骑的。哦，帮忙打。对啊，对，我那时候其实想要弄，因为我们上一场铁太少了，就没有弄了。喂，这场我们有矿工可以。有啊，二零有很多铁，所以我跟他讲说藏好这些铁。哈基，你藏到你还有多久？那个我们右边有一个我已经解释小恐龙，一直想要偷偷来哦。嗯，对对对，他刚刚也是他来偷附魔台，我已经把他打一半血了。阿吉，阿吉，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这个爆炸！等一下，你干嘛？我们爆炸了！后面，他睡觉。用 TNT， 还用 TNT， 快点挖，快点挖！我点燃了。你们先快！大王矿坑，铁矿坑走了，撤！哎、欸，我矿放在铁矿坑里、啊。要跑远一点。好久哦。挖太多下了，你刚刚都天敌太帅了、啊。为什么你们走了？哎、欸，我棍宝石跟你讲，你都在，我还有三十秒。家里有一个发光的在蹲，有看到吗？发光还在蹲，我藏起来。蹲什么？不是，他应该是那个吧，刺客。小恐龙，没有，他刚应该是守护者用技能吧，让他发光。没有，我刚没有用、欸。我也没用哎、欸。
对吧、啊？他应该是刺客，然后背对到啊。喂、嗯，有可能。哦。喂，东路东路，家里好精彩哦！来了来了来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复活了！后面那只过去喽。四个牛排。屁股后面。来啊！好。我的靠！哦，我的马，我的马，我马被打两下就不行了。哔哔！我铲子断了。哔哔！反正你隐形了，对吧？那快上了。你们卡住了。哎，卡住了！哎，靠子。喂。你看。你要贴贴。他想暴击。啊！快不行，还快不行！铁铁，他卡在那里。家里左边有一个、啊，有一个过去了。有跟着他，跟着他，跟着他。绿宝石换天，我要不行了，我先游泳。然后你就疯狂炸吗？绿宝石十个可以换天梯哦。哦。哦。哦哦哦这场是天梯的，家里隐形了，家里好了，家里好了。家里哦哦，不要哦不要，你也哦不要，你们要不要隐形？刚刚过去的。哦，打到了。要打到，打到。杨，你撤走了哈。嗯，对对对。好。还有吗？附近？没事没事啊。是啊。才有新的一批骏马来了。哦，我看到有马儿。培育中。喂。小恐龙。辛苦你啦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他从下面，他从下面直直挖上来。啊！我就在旁边看他挖。这么快？看很久。就是刚好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这个，这中间他挖上来的目录啊，就他，哎、欸，他们核心好铺路，挖的不错，还有记被你炸掉了，还有记坐标吧？这个有记坐标啦，他直直挖过来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有一个，嗯，没关系，是不是有人的麦？那我们就挖高一点。杂音吗？是滚到那个麦克风的声音，滚到麦克风。对，我有听到，我也有听到，我有听到咕咕咕咕的声音。知道知道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来，还是我啊，因为我没有听到啊，那就是那就是有可能是你了。可是我麦克风就放在桌上了，没有动到它，那完蛋了，是不是你在震动？你隔壁是不是？你麦克风隔壁是不是有人？哎、欸，蛋糕，蛋糕，蛋糕，没有，怎么有人？有我来。蛋糕有没有铁？有没有铁 ？No。有铁，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。给我，给我，赶快换。蛋糕，蛋糕用什么？哎、黄金吗？哎、好多只。不要了，食物是黄金吧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个铁要那个，过来，厨师这酱油快。来来来，换几个蛋糕。上来。酱油吃了。换蛋糕。哦，可以。好多人哦，他们酱油在这儿换蛋糕，你换四五个蛋糕，来来来，饿肚子人要不要过来？我来接药水，靠近我，靠近我。对面有个来喽，喂，来饿肚子，饿肚子，吃蛋糕，吃蛋糕，蛋糕还有蛋糕吗？我来了，这里哎，饿肚子，饿肚子，靠，我吃不吃了？拉太远，哎，要吃吃吃吃，有有有，我们很饿很饿。OK 了，哦。哇，跳跃提升，谢谢。挖掘，跳上来。幸运哎，挖掘是干嘛？挖掘很棒哎，挖掘很棒哎。我才刚回来，不是他给我。那你知道再过去了？再过去，现在再过去吧。小雨，你要不要看可以附个锋利斧头？有，我在要。我只要一个锋利斧就好。锋利斧，锋利斧。哎，我这个砍下去有没有？不得了啊！呀。哦，砍得好快，砍得好快，很快啊！哇，砍得好快的嘞！太快了！哇，速度哎，这个速度好可怕啊！哎，我还有抗性哦，你们打不痛我！哇，好痛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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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啊！三秒松，喂！哇，这个好厉害，他放水让我的马卡住！哇哦，我的马！哎呦！放水！我要他上我的马，刚刚被凋零。哦，原来是你哦！我想说谁？我把他躲。我把他路堵一半。这里有一个，他附魔装。OK， 我们头顶上有一个小恐龙在上面。那我都准备好了。他写指甲，他写指甲。是我。那你给我两个。上面有一个是不是？嗯，这里，箭塔上。哦，上去。需要弓箭手。谢谢。我有一个无限弓，可是就是你可以射在你头上。哦，好。
恐龙，哇，对对对对，在挖家里了，是不是、啊？还没死，还在跑酷，在上面。下来了，下来了，等下来了。他要去，他要去了。没有人，旁边这边，没有人。哎，远远还想装，还想装没事。哦哦哦哦，哪里？哪里？漂浮棒棒。哦，漂浮哎，漂浮棒棒。家里门口有一个，家里门口有一个漂浮棒棒的。漂浮棒棒男。哎呦，骑在马上了。哦，铁棒拳，冲啊！令人怀念的东西。中间来，中间来，来来。他要再放水弄我的嘛？你跳我上去吗？哎呦，左边，再努力，哎，加力，他在上面，加力，哎呀，那个弓小心弓，啊，爸爸，我来了，哎呦，看到他，还行，你行啊，哇，那还在1.8的嘛，哎，对吧？嗯，玩家看你打得快还是我补得快？好了，这边都不能有阶梯，通通不会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能有二楼，说过了。可以吗？那弓箭超痛。哦，我说了。没有，不行，就痛，我没有马了。我知道。来当白蚁。还有漂浮棒。漂浮棒。哎，漂浮棒其实蛮讨厌的呢。哎，可以吗？我没血了。快支援！没有马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小雨，后面。没有。嗨，阿奇怎么了？打到很远很远很远，漂浮棒讨厌哦！小心弓箭，耶！漂浮哎，棒棒！来喽来喽！中间经验都被他们占据了。哎，有人想挖黄金？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漂浮棒玩的如此厉害啊！淋漓尽致，真的是淋漓尽致，超可怕的！哇，我没有备用的嘛，可恶！等他一下，哦，或是繁星，就是要有备用的嘛。哎，那个铁洞，哎，那个铁矿洞，小恐龙，我看到了，他，啊！你不要咬我了，啊！哎呦呀，脱开了，我打枪打到一半，啊！屁股，打枪打到一半，你打什么？打架，对啊，一半打架，突然变成什么？没有，想干嘛？我有，叮叮当当，来再来，啊！好痛，叮叮咚咚。欸，他们装备有起来了，对，我们是不是该附魔了？再附了，再附。哎，啊，我们家二楼交给你们了。他们拆掉了，他们说不能有二楼。不能有二楼，不能有二楼。好。有二楼，有二楼，小雨就跳不上去了啊。这个是飘飘棒爱好者。啊，没办法弄。喜欢飘飘棒棒，等下就被回收掉。我想要直接让核心裸空，哎。你说直接落空吗？对啊。哎，家里可以帮忙做个铁砧吗？铁砧好，我做。走去哪？砧，反正后面箱子有铁。又一个来。哎，我刚刚有铁凤凰。嗯，哪里有了？是不是有个人？有前面。有一个。送你。感谢。家里不能有一楼。啊？不能有一楼啊？连一楼都不可以有，只能口袋破洞，但那个矿重新掉了。没事没事。我矿在地上。我的铁，你的铁，吸不起来。破洞捡不起来。等一下。家里前面有两个。有没有前线要那个武器的？可以回来。我要斧头。哎，等一下。要等那个铁砧。我没事。铁砧来了。我想说那些垃圾是什么？有人往右边上来咯，我在丢垃圾。好，放在箱子里，你附一下好了，把它附进去。好，他要干嘛？风力三，风力符。小心，就是他很可恶。风力符，力三。有人拿到河豚桶之类的吗？有去赌博吗？没有。我想在家底下养鱼。要养是最香的。然后，那个酱油，交出你的黄金。啊！我都把它放在那个里面了。离开游戏。哎，那个右边超多人在打架哦。哎，黄金洞方面。来了。我黄金跟铁给你放。还要记得关门。没有，我没有在保护黄金矿。有礼貌。哪里这样哦？在那个二零那边，在这边。他打痛，这里就给你，这边也给你，你们装都掉了。哎呦！有他进你的，我有捡回来的矿。哇，那真的很痛哎，需要有人去对他。
对啊，他的附魔，他的剑蛮高的。他剑蛮痛的，哎、欸，主要是你们都没有穿装吧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对黄金框要掰喽，还好我刚刚给你拿。嗯、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让他出不来，黄金空洞。可以吗？那个发光的，哎、欸、啊！哇，他逃出来了！他逃走了！